我哋而家個特首咧，啱啱就係推出咗佢嗰個綠色嘅施政報告啊嘛。佢個封面係綠色嘅喎，內容有幾綠色咧？你揾到有幾多綠色嘅成分咧？嚇、啊，個封面就係咁啦。作為做咗三十幾年推廣綠色文化嘅前線工作者咧嚇，阿長哥有話説咯，我就覺得睇唔到咩綠色喎，少少啦嚇，但係根本就成個政府係冇綠色嘅意識嘅嚇，成班高官嗱講真的，你問我咧嚇，我個人嘅評價啦，過去就講五十年啦，香港有只有一位喺政府裏面嘅人啊，真係綠色嘅。你可以話以前個港督麥理浩 （McLehose） 都推咗好多綠色嘅政策。譬如佢搞咗郊野公園啊嗰啲啦嚇，但係其他嗰啲嘢咧，佢係冇嗰種意識啊，冇嗰種 sense 嘅所謂。邊個有咧？你估我講邊個咧嚇？上哥講咗好多次噶啦，就係、是、陸公衛。咁啊，好可惜啦，亦都係意料之中啦嚇。喺政府裏邊，佢入咗去冇被重視咯。你就搞改革，尤其是我哋呢啲咁係唔同level 啊，唔同维度嘅思维啦，一定触动咗好多人嘅利益，人哋根本唔明你点解要咁样做。嗱，依家我讲啲，你明几多咧？啊，唔紧要噶，我哋有我哋讲啊，讲讲下咧，啊，啲人就会收噶啦。我哋講咗十幾年話，要譬如啦，一次過嘅塑膠要禁啦，而家咪開始禁咯，用咗好多努力嚇。我哋講咗話呢個垃圾倒垃圾要收費咯，而家咪做咯，全世界都做得好好啦。嗱，意大利啊嗰啲就禁曬塑膠一次性嗰啲啦嚇，膠袋啊嗰啲嚇，台北啊嗰啲一早就係、是。十幾年前已經係垃圾收費啦，我哋呢個城市拖拖拉拉搞到而家嚇，即係我而家講呢啲咧嚇，唔係講喺咩火星上面嘅嘢嚟噶，人哋做緊噶啦嚇，有啲係你覺得好匪夷所思，你未聽過嘅，咁你有冇興趣聽落去咧嚇？咁我針對嚇佢呢份施政報告嘅重點咯。佢咁鬼長，有好多嘢，唔係樣樣嘢，我都關心嘅，唔係樣嘢，我都有好好嘅方法去解決嘅，譬如遊客嘅消費咯，譬如劏房嘅問題咯，呢一啲，我就唔講咁多啦，當然我有我嘅睇法，但係我而家就係落實針對其中，我覺得好值得一齊諗嘅嘢咯。首先咧，第一大類咧就係所謂嘅房屋政策啦。嗱，咁啊，佢包括啦，公屋情報舉報獎勵計劃，咁啊，出年啊，房委會推出噶啦，就係咧善用公屋資源獎勵計劃喎嚇。邊個提確切情報可以舉報濫用公屋嘅人士咧，可以提供獎賞，俾幾千蚊你嗰只。又話咧，白表青年家族咧，同埋一人申請者咧，可以多一個抽籤號喎，即係下一期申請購買居住有其屋計劃嗰啲單位嘅四十歲以下嘅白表青年家庭咧，同埋一人申請者咧，就派多個抽籤號碼俾你。由下一期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開始咧，就增加1500個配額。咁啊，全部撥俾四十歲以下嘅青年家庭同埋一人申請者咁啊，咁咧就話連續兩次申請600表，
都未買到的人呢、啊、就多一個簽號，並且由下一期推出的綠置居和居屋開始，向前兩次曾經連續申請同一類別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的就不成功的呢，購買單位的申請人呢俾多個抽籤號碼佢，咁咧仲有咧就係放寬物業嘅按揭貸款成數上限啦，一律調高到70%啊，供款同收入息比率上限咧一律調整到係50%，嗰啲非住宅物業咧嚇、有關按揭成數上限咧提款入息比率上限咧亦都會調整到同樣嘅水平咁嚇。嗱、呢一啲咧。長哥唔係經濟學專家嚇，我就唔敢亂咁去評啦。不過我哋可以做嘅咧，政府可以做應該做嘅咧，就係點解唔可以？嗱，你通常你推一個政策咧嚇，只有通常係兩道板斧啫嚇。英文就叫 carrot or stick 嚇、，carrot 就係獎勵佢嚇，俾個紅蘿蔔佢追。一個咧 stick 就係打佢咯，即係有獎有罰。咁我哋先講，其實咧嚇喺香港嘅情況之下咧，要推動我哋呢啲咁樣，最好就上啦。上咩咧？凡係有物業嘅，符合綠色政策嘅，俾啲獎勵佢咯。嚇，物業係指咩住宅啊，咩屋苑啊，乜嘢區啊嗰啲嚇，實有好多嘢可以做得。更加符合自然嘅，譬如係裝太陽能板啦，譬如多啲綠化啦，嚇，譬如清新空氣啦，減少噪音啦，方便嘅垃圾減費啦，呢啲咁嘅嘢咧嚇，可以鼓勵佢哋減少空調啊，等等呢啲嚇，喺個區內嘅交通減少汽車啊，嗱呢一啲咪係綠色嘅措施咯。做得好，俾個獎佢哋咯，所費無幾嚇。但係咧係好有鼓勵嘅作用，同埋因為政府真係落手做呢啲嘢咧嚇，就應該一啲都唔難嘅，有好大嘅宣傳作用咯。啊，同埋咧第二樣就係加許綠色嘅企業啦，即係講公司啊嗰啲咯，嗰啲嚇有好多嘅企業係好努力。喺度做緊綠色嘅改革嘅嚇，嗱譬如咧購買嗰啲公平貿易嘅嘢啦，譬如咧係資助綠色嘅團體啦，譬如鼓勵員工綠色生活啦，喺個企業公司裏邊嘅裝潢佈置採用綠色嘅材料啦。令到嗰度噪音減少啊，空氣啊靚啊，俾啲靚嘅水啊啲員工飲啊，方便佢哋自己帶午餐翻嚟啊，呢啲好多好多嘅措施講都講唔曬啊，咁啊政府可以用辦法去調查，或者係自動由公司無水自薦去參加比賽呢一啲咯嚇，咁啊你話頭先我講嗰啲咧嚇。好難搞嘅喎，好多細節咩？哦，難就唔做嘅啦咩？一樣可以做到噶。你估政府而家推好多嘅政策，好容易咩？嚇、唔係噶。你有心咧，呢一啲好多細節位咧，大把人可以投入做到嘅。仲有咧，就係咧，加許綠色嘅科學研究咯。呢度又係好多好多嘢可以做。好可惜就係咧，我哋納稅人嘅錢咧。就用曬嚟搞破壞環境，破壞我哋嘅健康，破壞人際關係嚇。我自己喺大學裏邊打滾咗咁多10年嚇，我睇得好清楚啊嚇。同埋我喺政府嘅諮詢機構嗰度有份負責批錢嘅嚇。咁我就知道咧，真係好陰功啊嚇。對地球有益嗰啲嘢。對大家嘅健康、對社會嘅氣氛、對咩係成日批唔到錢嘅啊？反為嗰啲咧嚇利益集團啦，同埋佢哋嘅思維係好灰色啊嚇，即係搞埋啲乜嘢室內嘅種植啊嗰啲水耕啊嗰啲咁嘅嘢嚇，唔好講話
又搞手術啦，搞啲灰色嘅醫療啦，呢一啲嚇，冚唪唥錢係好冤枉去曬嗰啲咯嚇。咁啊好啦，咁啊好多呢一啲嘢咧嚇，我哋可以政府唔係冇錢㗎嚇，仲有係咩明日大漁計劃嗰啲倒錢落海嗰啲啦，嗰啲唔計啦。譬如前幾年嗰個疫情啊 ，COVID 啊。抌咗幾多無謂錢落去嚇？真係好冤枉嘅嚇！可以用好簡單嘅方法解決好多大家喺度搞到好嚴重嘅問題。咁啊，呢一啲嚇我哋嘅政府完全冇做到咯，做唔到咯。好啦，講經濟就講經濟。嗱，呢一次政府嘅施政報告咧嚇，喺經濟嗰度咧，反嚟落墨唔係好多嘅喎，係有兩樣嘢咧，係啲人提出嚟係好即係好爭議嘅。第一咧就係烈酒税下調喎嚇，即係話咧，本來嗰啲酒咧嚇100%要抽税嘅，你嗰樽酒係200蚊咧嚇，就要抽200蚊税嗰只咯嚇。但係而家佢話下調喎，200蚊以上嘅稅率咧，本來係100%，而家減到10%喎，大幅度嚇。咁咧就係鼓勵人去飲酒咯，飲烈酒咯，係人而家都知道承認咗噶啦，飲酒係會生癌噶，飲酒對你完全冇好處噶，對你個肝，對你成個人嘅狀態嚇。冇人唔知噶呢啲，我哋成日俾人哋呃，成日俾嗰啲賣酒嗰啲人就吹到咩咁。嗱呢幾日仲有乜嘢仲係推廣嗰啲咩飲酒節嚇。咁啊點解我哋係咁咧？一方面又話要推廣講健康生活，一方面就係鼓勵啲人去飲多啲酒，有冇搞錯啊？好彩咧，都有啲輿論咧，有啲議員咧。尤其是醫學界的人士咧，都出聲啦嚇咁，即係呢個完全冇理由噶嘛。你問我咧嚇，我而家提倡就係加就真，唔好減啊，要仲要加，仲要加，仲要加。煙税又係咯嚇，咁啊煙税都而家香港都唔低噶啦嚇，全球數一數二噶啦。嗱，我哋控煙其實係相當都算係咁噶啦。香港而家吸煙嘅人士比例比起其他地方咧係低好多嘅，呢個係事實嚇，做得唔錯。但是你話如果我哋加啲煙税咧就會鼓勵走私煙咯，梗係唔係啦？有辦法去執法噶嘛？有法唔執就喺度斬腳趾避沙蟲，唔係咁樣樣咯嚇。咁啊，總之嚇，你問我咧，如果呢個政府施政係真係有綠色思維嘅咧，加煙税加酒税咯，好啦。咁另外一點咧，就係話咧，政府再推嗰個還息不還本嘅計劃，等中小企可以靈活調整資金，嚇、就係、是、即係喺80%和90%信貸擔保產品之下新做嘅貸款咧，嚇、就一路申請12個月，最多咧嚇還息不還本。咁啊呢一啲咧，嗱呢一個我唔評論啦，因為我唔係專家。究竟係咪真係幫到中小企呢？如果係又好，我自己我係中小企嚇，但係我嗱利益申報，我冇受益到，因為我哋唔會借錢。我知道做生意係要借錢嘅，但係借咗錢之後喺香港咁嘅環境，係咪真係做到生意呢？呢、這個先係問題。嗱，反為呢，如果政府真係有遠見嘅，真係有綠色思維呢。你要資助啲綠色嘅基金就真。你講起即係經濟啦，講起金融界啦，有一樣嘢叫綠色基金㗎嘛嚇。綠色基金如果有政府嘅資助嚇，用方法去鼓勵佢哋，就算你口惠而實不至，即係唔泵錢落去啦，唔使㗎，你讚佢哋就得㗎啦。鼓勵人哋去投資喺綠色基金嗰度，咁個地球咪好咯。即係成日都話咧，想個地球好咧，就要等大家可以
用保護地球的方法，用人好地球好的方法去賺錢嘛，賺錢沒有罪的嘛，還佔他都賺錢了，為什麼不鼓勵他用符合生態的方式，符合人類利益的方式，符合眾生利益的方式去賺錢呢？綠色基金我的理解呢，其實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行的，為什麼政府不跟他們宣傳呢？咁囉。還有啦，其實呢更加實惠的呢，就是資助綠色的營商計劃囉。香港好多的企業都開始向這個方向走㗎啦。呢個係世界嘅大潮流嚟嘅，就係明白到咧，以前我哋灰色嘅文明喺度搞到大家雞毛鴨血，而家大家我係攬住死啊，咁啊，而家控制我哋全個地球嘅資源嘅分布搞污染嘅咧係個商界啊嘛，就係、是、商界去控制曬所有呢啲嘢，咁啊，所以我哋咪要。用政府的政策去鼓励人哋用绿色的方式去做生意咯。嗱，喺欧洲啊嗰啲国家咧，尤其是北欧啊、西欧嗰啲咧，系做得唔错噶。我哋唔使自己去度桥噶，去睇下人哋做紧啲咩嘢。系咪真系咁难呢？嗱，我唔喺政府里边，我唔知道。但系呢个系好大嘅功德，系好大嘅需要。你唔做，将来就。香港社會是很徹底、很落後的，我們落後於台灣，落後於新加坡，甚至落後於我相信是中國內地的。為什麼我們的政府硬是這麼短視，硬是關上門自己困住在這裡？你看看他們吃什麼就知道，政府官員他們自己做怎麼說国宴啊嗰啲啦，嗰啲大排筵席嗰啲，俾咩人食咧？睇下我哋嘅医院食紧啲咩嘢啦，睇下我哋嘅大学饭堂供应紧啲咩咧吓？点解我哋咁落后咧？好，咁啊，跟住咧有一部分咧就系讲医疗发展啦。嗱，呢度常哥多嘢讲啦吓。咁啊，政府呢次出招咧，就系话咧扩大长者医疗券内地使用嘅范围啦，透过。粵港合作擴展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去到大灣區六個內地城市，即是話咧，鼓勵啲長者多啲散出去，喺香港生活得唔好，就去大灣區啦咁。呢個有冇係咪真係解決問題嘅方法咧？唔係咯，唔係咯，真係解決嘅問題方法咧，我覺得啊。就是鼓勵走回頭路，三代同堂嗰只，即係政府可以透過政策去鼓勵咩咧？鼓勵減少獨居長者咯。而家香港有唔知三成咧，三分一啊，根據統計咧，係長者咧，係一係咧就獨居一個人，一係就兩公婆，好凄慘噶。你唔使讲几多少你都了解噶啦。一访问佢哋，佢哋就喊到皮皮啡啡吓。我啲朋友就系做紧呢啲嘢啦。常哥而家都参与啦吓。就系咩咧？如果佢哋有仔女一齐生活，唔同晒咯。如果佢有孙仔一齐生活，更加唔同晒咯。直到最近呢一代，我哋都唔系用核心家庭嘅方式噶。而家啲核心家庭咧，你都知啦吓，就系、是、一个起两个子，两公婆就系二人世界。無飯夫妻，即係唔煮飯嚇嗰啲，有幾多個肯同老人家一齊住咧？咁你話佢哋唔肯喎，點樣監佢咧？有計咯，用誘因咯嚇，有辦法嘅嚇，減税咯。嗱，如果你同老人家住咧，就係可以交少啲税，譬如嗰只咯，或者我哋俾多啲錢佢誒津貼。邊個肯即係同老人家住嘅咧？老人家嗰啲咩醫療保健嗰啲費用咧嚇，一間我都會提到嚇，咁可以流入佢哋個袋咯。嗱，呢一個係隨份有精嘅。而家我講好多嘢啦，表面上你係抌錢出去，其實你慳喺第二度慳翻好多錢翻嚟。你老人家遲早都要照顧噶啦
咁啊，點解唔俾翻佢啲仔女照顧咧？點解唔俾佢啲仔女去請家務助理去照顧咧？嚇、啊，嗱、譬如咧，你都聽過北歐係有咁樣嘅，而家有咁嘅點講？出招啊，即係大學生咧有免費住宿噶，嚇、啊，即係咧喺好多嘅城市咧嚇、啊，政府推嘅嚇，佢哋整啲一啲即係物業咧嚇。啊是好多個一個單位裏面咧有幾個老人家嚇、啊，即係冇親戚關係嘅。然後咧就譬如假定有五個老人家喺度，佢就俾五個大學生喺度住嚇。咁啊，佢哋係唔使交租喎，大學生唔使交租喎。佢唯一嘅義務咧，我嘅了解咧就係陪下佢哋落街啊，飲下茶啊，平時傾下偈啊，咁樣啊，即係關照下佢哋啊咁。咁啊～一家平如兩家著咯，嚇、啊！大學生又可以慳咗住宿。嗱、啊，政府立循呢啲咁嘅方向嚇、啊、，think outside the box， 人哋做緊噶啦，唔使你去度咩橋，抄人啲橋啊！有好多方法噶，中國人好聰明噶，中國人係好現實噶，我一定諗到方法噶呢一啲。總之個方向就係、是、咧，嗱、啊，遲啲你都可以會聽到長哥講好多呢啲嘢嚇，就係、是、個方向就係、是。減少獨居老人咯，嚇唔使佢哋入去兩院啊，一個就係老人院，一個就係醫院。而家就係咁啊嘛，入啲兩院都好凄慘噶嘛，嚇叫佢翻屋企，佢又照顧唔到自己，嚇咁咪係咯。咁啊鼓勵翻，我真正人嘅需要咧，係唔係核心家庭？是所謂的 extended family， 以前我哋就係咁啦，成族人住埋一齊噶嘛，我哋可以設計一啲社區，係鼓勵翻佢哋好似以前咁樣嚇，同性族住翻一齊噶，即係啲阿叔阿伯啊、姨媽姑爹一齊個個識曬咁樣樣啊嘛，住喺樓上樓下隔離棟咁樣啊，呢個可以做到噶，透過政策就得噶啦嚇。好咁咧，政府又話咧。逐步制定篩查嘅計劃，嚇、啊、就係咩咧？其實佢哋就話預防勝於治療嚇、啊，有病就係、是、向錢中醫，所以就要篩查計劃啦嚇。咩、啊、推行乙型肝炎篩查啊？預先就係測下你有冇癌症啊？嗰啲咯，唔好意思咧，長哥好反對呢啲嘢嘅，咁我今日唔詳細講啦嚇。你越查咧就越弊。啊！病向錢中醫，你點醫先？越醫就越衰，啊，就係咁咯。本來病向錢中醫係啱嘅，但係好不幸咧，而家咁樣嘅風氣、咁樣嘅儀器、咁樣嘅醫療制度咧嚇、啊，越醫就越大禍嘅。咁佢推出咧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啊，清理牙齒預防牙患，這個我贊成嘅嚇、啊。社區牙科支援計劃。加強為弱勢社群咧，包括有經濟困難嘅長者提供牙科服務。嗱，呢一啲咧可以做得更加綠色嘅，嚇、啊、就係、是、揀邊一啲牙醫嚇、啊，我哋資助佢哋用更加綠色嘅方式去幫助人哋支牙咯。嗱、啊，咁你話，切呢一啲點樣做啊？咁嚇，呢、這個世界上唔係淨係有主流。醫學嘅牙醫噶嚇，其他好多嘅療法啊，牙醫牙齒嘅問題唔係牙齒嘅問題嚟嘅，通常啊，身體任何嘅病唔係嗰個病，唔係病係人病。點解啲人啲牙唔掂？包括長哥在內嚇，係因為個心病啊嘛嚇，係人病，人病係因為個心病啊嘛。咁啊而家我要搞翻掂呢啲嘢咧，就由嗰度做起啦。咁咧就係仲有個政策咧，就係制定社區藥物名冊，推動社區藥房計劃，配合集中採購同社區網絡啦，令市民可以更方便得到好平嘅基層醫療藥物。弊就弊在咧，呢啲醫療藥物係害死人噶嘛，我哋唔係需要呢啲藥物啊，我哋唔係需要呢啲西藥啊，有冇將呢啲資源擺去其他嘅用途咧？譬如幫人哋去。揾鐵打去做啦，揾氣功去做啦，嚇、啊！幫佢哋去拔罐啦，用針灸啦，呢啲方式仲好過買西藥啦，啱唔啱啊？
咁啊，仲有就係強化全校園嘅健康計劃嚇，即係每間學校咧就係針對性校本措施，改善體能活動同埋飲食安排，呢個好嘅。但係佢哋而家改善個方向係唔係綠色咧？嚇，一間我再講嚇。如果真係想綠色，係點做嘅？嚇，擴大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去到血脂檢查喎嚇。咁咧就係、是、針頭先我講咗啦，去早啲去篩查癌症啊、乳癌啊，呢啲冚唪唥都係越做越衰嘅咯。嗱、真係點做咧？聽住，第一，即刻諗都唔使諗，關閉所有嘅燒烤場。已經證實咗，每一次燒烤，我哋就生癌。唔係我講噶，聯合國十年前。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講咗㗎啦，你而家燒咗嗰啲嘢嚟食，嗰肉啊，係仲嗰個致癌嘅毒性係仲緊要過香煙好多倍㗎。點解你禁煙就要鼓勵人去燒烤啫？嚇、啊，即係長哥真係講得口水都乾埋嚇。咁、政府而家仲要起燒烤場呢一啲，仲要管理，只有話係益曬啲醫生㗎咋。益晒啲醫院嘅啫，就係咁咯。仲有啦，開拓公共休閒空間，呢、這個就要做啦。你知唔知啊？而家我哋你話你比較下香港同埋任何一個歐洲嘅國家，隨便你比較你知。你去法國睇下，你去英國睇下啦，人哋好多地方可以坐噶嚇、即係喺路邊啦，喺公園啦，香港都有，好少咯。同埋佢設計得好差噶，香港嗱好簡單嘅啫。香港嘅氣候咧嚇，熱天就熱死，啱唔啱先嚇曬死噶嚇。但係香港嘅户外空間啊，公共空間有幾多個係有瓦遮頭嘅咧？我哋有公園嚇，冚唪唥都曬死嘅。點解唔可以種多啲樹咧？點解唔可以整多啲上邊有蓋嘅走廊啊？嗰啲譬如呢一啲咯嚇。我哋嘅商場。我哋嘅商場係冇乜地方俾你坐噶，嗱佢專登啊嘛，嚇你冇地方坐，你咪入去餐廳咯，嚇。但係政府可以立例噶嘛，呢一啲可以透過法律嘅規定，可以做好多呢啲嘢噶嘛。政府亦都有好多自己嘅設施，譬如大會堂啊，即係公共會堂啊呢啲，你可以擺多好多凳，等人就好舒服咁去坐。嚇，公園咧可以設計多啲好多嘅凳，俾人哋拎啲嘢出去食晏噶嘛。嚇，咁呢一啲政府係冇做到，係香港係做得好差嘅，因為設計嗰啲官員佢嘅生活方式唔係咁樣樣啊嘛，佢哋冇諗過。如只要我哋設計多一啲地方俾人坐，好舒服咁樣，俾人可以小組喺度圍埋嚟傾偈，唔係一喐啲就要去麥記去商場咁啊嘛。嗱就係咁啦，仲有可以做嘅啦，真係想人健康咧。嗱，長哥成日都講啊，嗱所有鐵路站，嗱香港有幾十個啦，同埋主要嘅商場。就係、是、要規定佢哋以後咧嚇、尤其新開嗰啲啦，就設一啲店鋪係唔收租金嘅，或者政府用公帑去同佢哋交租嘅，就係要嚟做乜咧嚇？俾有心人經營綠色嘅食材生意，有機店啦、公平貿易店嗰啲啦，推廣綠色生活同埋修行嘅功法。譬如咧，有啲地方咧。俾佢哋開課練氣功啦，做瑜伽啦，做靜心啦，呢一啲咯嚇。咁咧就係、是，仲有咧就係、是、監管健康檢查嚇、啊。健康檢查唔係好嘢咯嚇、啊。今日唔詳細講啦嚇。你越做得多嘅身體健康檢查咧，你就越死得快，越短命肯定嘅嚇。咁。而家我哋政府翻嚟可以監管啦，監管啲醫生唔好俾佢哋隨便轉介啲人去做健康檢查。嗰啲做健康檢查嘅機構點樣做法，我哋要放蛇嚇。佢哋點樣去誤導嗰啲消費者呢一啲咯，消委會又可以又做一個監管嘅角色咯嚇、啊。好啦，嗱。
我哋話啊嘛，一係就係佛，一係就係獎啊獎啦。我哋點解唔嗱？呢個社會好唔公平㗎嚇。嗱，嗰啲唔健康嘅人咧，就攞曬啲資源啊，因為佢哋成日睇醫生嘛，成日入醫院啊嘛。我哋起埋啲公立醫院，佢哋做一個手術幾十萬，係我哋俾錢嘅喎嚇。健康嗰啲人咧，就猛去俾錢去益嗰啲唔健康嘅人。唔健康嘅人佢就係放屁嚟，佢食到自己死咗嚇。咁呢個係好唔公平噶嘛，係唔係啊？咁啊，點解政府唔可以鼓勵嗱？如果你唔睇醫生咧，你就可以有得點點點點點點點，總有辦法嘅嚇。譬如啦，你冇告病假，好似長哥咁啊，呢個應該獎勵佢哋咯。嗱，你話我哋好難獎啊，得有辦法嘅，就係健康無犯咧。我哋可以選舉噶嘛，而家咪有十大咩傑出青年嘅，點解我哋唔可以即係每一年嚇選舉十大健康達人？嚇、啊！有即係分男分女啦，分十歲至二十歲，二十歲到三十歲，三十歲至四十歲，四十歲至五十歲，五十至六十，即係不同嘅階層，咁咪選出嚟咯。咁啊，佢哋點樣過得健康生活嘅咧？點解佢哋幾十年唔使睇醫生嘅咧？點解佢哋長期唔使告病假嘅咧？點解而家個精神咁好？點解皮膚咁靚？嚇！佢哋點樣生活嘅咧？咁啊，係加許佢哋傳媒報導，咁啊，大家咪有樣學樣咯，知道邊一啲人做啲乜嘢嘢，唔做啲咩嘢，先至係得到健康。嗱，咁呢個係唔係好本小利大嘅做法咧？唔使幾多錢噶，你搞呢個傑出青年選舉，唔使幾多錢噶，啱唔啱啊？而家我哋講健康大人選舉，邊使幾多錢啫？噶甚至你政府孤寒到唔肯出錢咯，揾商業贊助咯，你揾乜乜銀行贊助咯，你咪揾乜乜保險公司贊助咯，大把人撲到嚟做啦，呢啲係咪？仲有啦。津貼綠色嘅健康設施，即係譬如咧，洗腸中心、靜心嘅場地，啊、就係提供人哋、去開班啊、搞工作坊啊嘅場地，就係、是、做健康嘅設施嘅，俾人哋揾啲營地俾人哋去做斷食。啊！呢一啲咁，香港係有噶嘛？香港本來已經有啲私人嘅團體做緊噶啦。嗱，譬如我又同佢宣傳一下咯。大家都知道有十日禪噶嘛，即係去一個地方有十日閉關。嗱，呢一啲政府可以資助噶嘛？嗱，唔使一定俾錢佢噶嚇，優惠佢哋，唔使交地租啊，撥地俾佢哋做啊。自然有心嘅團體咧去做呢一啲嘢噶嘛，洗腸中心就係咯。你知唔知道開一個洗腸中心啊，係幾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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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一來係社會嘅風氣啦，人哋唔肯租地方俾你啦嚇。政府嘅咁多個部門嚇嘅關卡嚇，仲有好多嘅規定。凡係做好多健康嘅嘢咧，都俾個卡死曬呢啲咯嚇。咁啊，政府可以提供好多呢啲方便，人哋幫手同你搞健康，減少好多好多醫療嘅費用。除非嚇、啊，除非就係霸住健康資源嘅人唔肯放手咯。嗱、啊，你話長哥成日都講陰謀論，但係的確係咧。我哋搞負責健康服務嗰啲咧，佢哋唔係做健康服務啊，嚇佢哋係真係間接去謀財同埋害命嚇，佢哋係從藥廠揾錢咋嚇，佢哋自己又發到唔發嚇，真係做健康嘅嘢咧，令到佢哋冇得撈啊嘛，賺唔到嘛，咪就係咁咯嚇，同埋佢哋根本嘅思想冚唪唥錯曬啊嘛，喺醫學院裏邊。整個風氣嚇冚唪唥錯曬啊嘛嚇，
佢哋嘅成個意念就係千祈唔好醫好個人，醫好個人你又冇生意啊，要吊住佢，等佢長期翻嚟啊睇症咁樣啊嘛。嗱，仲有好多健康活動可以支援噶啦，可以津貼噶嘛。嗱，譬如大家都知道，而家有好多健康嘅課程嘅瑜伽啦、太極啦，好多其他嘅氣功啦、按摩啦，我隨便噏啦一啲嚇。咁我點解症狀政府唔可以資助佢哋啫？就算你唔泵錢落去，你可以免租噶嘛，借地方俾佢哋噶嘛嚇。咁你譬如嚇，而家大家都知道咧，有好多即係團體咧，其實唔係團體嚟噶，係自發嘅，喺公園嗰度朝早。同埋週末嘅時間都有好多人有集體嘅練功啊嘛，咁啊政府可以用好多方式嚇去鼓勵佢哋做多啲嗱，咁啊即係喺內地咧，大家都聽過咩大媽舞啊嗰啲啦嚇，啊嗰啲其實係好健康噶啊，你話佢哋好嘈喎，好干擾喎，你可以透過好多政策嘅安排減少滋擾啊嘛，辦法。總比困難多，你冇心去做，就係咁咯。政府可以用好多嘅方式去鼓勵人哋做多啲嘢咯，鼓勵人哋行山。嗱，以前咧咪有啲咩山海之友啊，即係嗰啲嘅咧嚇，星期日咪免費帶團啊嗰啲，政府可以鼓勵佢哋噶嘛。嗱，你話要係咪要泵水俾佢哋咧？我覺得俾啲錢佢哋去做行政嚇。去做推廣咁咪好咯？嗱，你話唔好俾錢，唔使俾錢噶。你政府自己有好多嘅宣傳嘅機器，同佢哋免費去喺線上去發布消息，咁咪得咯。你可以政府喺好多地方，譬如各區嘅乜嘢文化中心啊嗰啲，俾佢哋張貼佢哋嘅告示，喺政府嘅電台。俾機會佢哋去推廣佢哋嘅活動，即係我只係舉例啫嚇。譬如咧，神運就係預防疾病嚇。我哋成日都話咁啊，治未病啊嘛嚇。同埋醫翻好啲病，神運係好重要噶嘛。政府有冇出過幾多錢去鼓勵人哋去做神運咧？冇咯。神運嗰啲條路線啊嗰啲，政府有幾時去推廣過呢？如果你要做神運去邊度嚇有幾多種嘅路線俾你行，邊啲係適宜乜嘢嘢嘅呢一啲嚇俾曬地圖出嚟同埋去執翻店嗰啲地方嚇俾多啲起多啲凳啊涼亭啊，方便人哋咁咯。咁啊，好多呢啲可以做噶，仲有啦嚇，有一樣嘢咧，好少人講，但係其實係好重要嘅咯，喺好多方面都好重要嘅，就係世界上有一樣嘢，就叫做民宿啊嘛嚇。嗱，長哥都搞過嚇，以前我喺大嶼山咧一條好僻嘅村嗰度咧嚇，我哋做過咯，好難做咯。因為法例嘅問題，因為其他嘅監管，即係唔友善咯，搞到我哋好難好難做。啊，點解台灣人嘅民宿做得咁好啫？全世界好多地方民宿都係做得有聲有色嚇。點解香港唔可以有民宿咧？香港即係話唔係喎，香港地少人多，唔係呢攞嚟講啊！你肯有心去做咧，一定可以監管到啊，同埋咧成日都俾你管死曬咯嚇。咁唔好見人哋出咗好多問題嚇。嗱，你民宿搞得好咧嚇，香港嘅市民就多咗好多地方、好多空間、好多條件去享受大自然啦。呢、这個亦都係旅遊嘅好嘅吸引力嚟噶嘛嚇，即係我啲朋友，包括我自己，都好中意去台灣去享受佢哋嘅民宿嘅嚇。香港人咁有頭腦，
但係就俾政府咁樣就話管死曬咯。好啦，另外有一樣嘢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優惠綠色嘅食材市場啦。嗱，呢一個長哥係非常之即係有興趣去提倡嘅，就係咩咧？長哥成日都話：你只要做一樣嘢咧，就令到香港人好健康噶啦，嚇！仲有好多樣啦嚇。你只要做其中一樣咧，就少咗好多醫院噶啦。但係政府唔想少咗醫院嘛，嚇、啊！醫院嗰啲人唔想少啲醫院啊嘛。而家問題喺嗰度啊嘛。我哋唔健康，人哋就想我哋咁啊。佢哋咁樣先至發啊嘛。好啦，嚇、啊！就係蔬果店，即係賣水果、賣蔬菜嗰啲嚇，好多方式可以鼓勵佢哋。街頭街尾都有，尤其是係香港人咧，最特別咧嚇、啊，就係講方便啊嘛。我哋生活太緊張，我哋時間太寶貴啦。你要佢去街市，而家啲街市係7點8點就閂門咯。香港人好多時，包括我啦嚇、啊，夜晚10點幾都仲想去買啲生果噶嘛。嚇、啊！你咪焗住去幫襯超市咯。嚇、啊！點解我哋嘅地鐵站、我哋嘅商場唔可以喺最方便一嘟咗卡出嚟嗰度就有蔬果店咧？咁你話租貴咯？政府可以透過政策或者使用公帑去促成呢一度噶嘛？同佢交埋租，幾貴都同佢交。咁咧一定有蔬果店喺嗰度嗱，咁咧啲人就好方便食多咗好多水果，就係咁啦。啊，仲有咧，我哋可以優惠嗰啲綠色飲食嘅供應商噶嗱，素食嘅餐廳啦，有機嘅餐廳啦，素食嘅店鋪啦，賣素食產品嗰啲啦，嚇同埋素食嘅網店啦。政府可以做好多嘢去鼓勵呢啲咁樣嘅，譬如啦，凡係健康嘅食肆嚇、啊、就可以減少俾利得税，就係咁啦嚇。咁減少幾多可以定政策咯，甚至係如果你真係健康咧，我哋即係核試查核過。即係健康嗰啲咧，就唔使去交利得税咯。譬如呢一啲啊，呢個咪係用鼓勵嘅方法咯。而家越嚟越多嘅網店啦，大家都知啦嚇，啲人開始網上購物咯。政府係可以透過自己嘅資源去幫佢哋噶嘛。譬如邊個想設立網店嘅嚇，就政府可以出錢係幫佢哋砌個網出嚟咯。政府而家有做緊嘅，不過唔係推動綠色嘅嘢啫嘛。好啦，一路講落去咧，有排講下，又講下政府呢一次咧喺安老、幼兒、殘疾人士嘅支援咧嚇。咁咧，政府做嘅係咩咧？就是、資助綜援長者就去廣東省嘅安老院嗰度住嚇，就係、是、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嚇。咁咧就係、是、增加兩成嚇。就是推銀色消費，提供長者的折扣，即是咧就鼓勵咧嚇、啊，就係啲店鋪咧就優惠多啲長者喎嚇、啊，就係、是、增加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嘅範圍嚇，咁、啊、咧就即係仲有係擴展呢個社區客廳嘅計劃嚇，咁咧喺劏房集中嘅地方咧。起多幾個社區客廳，設立14間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啊、就係、是增加殘疾人士地區嘅支援中心，呢一啲啲咁嗱，呢一啲唔係唔好啊，大致上個方向係正確嘅，但係做得太少咯，嚇咁啊做好唔得幾多，反為係全面去用綠色嘅思維。去改過曬嗰啲嘢咯。頭先我咪計劃提出就係話咧嚇，用盡辦法去等啲長者係成班一齊生活嘅。嗱，以前咧前兩代咧有所謂姑婆屋噶嘛，有冇聽過啊？
就係咧嗰啲梳起唔嫁嘅女士咧嚇，咁啊約埋幾個嚇，即係姊妹啊朋友啦，即係嚇就一齊終老，一齊互相照顧。嗱呢一啲咁咧，我哋可以政府透過政策嚇，有一啲地方俾佢哋住，特別設計一啲咁樣嘅居屋啊咩嚇，鼓勵佢哋咯嚇有好多長者健康活動，我哋可以抌錢落去去做噶嘛。而家係做，而家你落咗錢嗰啲係好灰色啊嘛。啊，嗱呢度長哥啱啱開始做緊噶啦，咁啊大家稍後咧嚇，你就聽到我哋點樣出招嚇。係啦，就係我哋可以津貼嗰啲真係綠色嘅安老院噶嘛。長哥都知道嚇，係好多有心嘅人。尤其是係慈善嘅團體啦，想將佢個安老院搞好啲嘅，佢哋係好想回歸自然，採用好多個方法。嗱，譬如等啲老人家食糙米，嗱你話咁都得嚇，但係食咗糙米之後咧，真係佢哋排便好咗啦，健康好咗喎，點解唔可以俾老人家食好啲咧？嚇，即係冇呢啲點講？冇有因啊嘛，政府可以用獎勵嘅方法去撥錢去佢做嗰啲嘢。嗱，只要啲長者生活得好啲，睇少啲醫生，去少啲醫院，係抵翻曬翻嚟㗎嚇。咁又係嗰個問題咯。政府究竟想唔想人哋睇少啲醫生先啊？好啦，仲有咧，我哋可以津貼綠色家居服務㗎嚇，即係話咧嚇政府可以。撥錢去請多好多家務助理，係專門係服務長者嘅，係用綠色嘅方法喎嚇。咁啊，呢個唔詳細講啦。咁咧就好快咁樣咧講下交通措施啦。咁啊，其實政府做得好少嘅呢一度。呢一次咧提到交通嘅咧，好似得一兩樣嘅啫，就係話咧佢而家喺四年三年之內咧，提供200,000個充電嘅停車位喎，嚇咁又喺六年之內咧，就係裝3000個高速充電器，呢個係好濕碎咯嚇。其實佢冇從根源去成件事一齊去諗，譬如可以做嘅嚇就係、是。邊一個揸車啊撞親單車嘅咧，重罰差唔多終身監禁嗰只。嗱，我嘅印象咧，喺加拿大咧，譬如啦，我去過加拿大嘅城市啦，嗰啲私家車係好小心，行人啦，尤其是單車啦，揩都唔敢揩埋去嘅。但係香港嘅司機咧，係睇唔到單車嘅。點解香港嘅司機會咁盲嘅咧？嚇嗱，呢個就係問題啦。教佢哋唔到咧，要罰佢哋咯。真係唔好意思嚇，因為而家個代價實在太大啦。每一年都有咁多人踩單車喺路上死咗，重傷唔應該發生噶嘛？呢啲嘢嚇，我哋冇辦法啦，一定要罰佢哋咯嚇。同埋去搞掂道路嗰度。亦都要教育嗰啲單車騎士嚇守交通規則。而家越嚟越多喺市區同埋外面都係嚇嗰啲人橫衝直撞踩單車嘅，有好多唔好意思啦就係即係南亞裔嘅朋友，成日咧都踩住嗰啲不合法嘅電動單車。政府呢一啲嘢可以做好多嘢咯，你點可令佢合法化？係應該合法化嘅。內地而家周圍都係啦，點解香港有問題啫？係因為佢哋冇監管啊嘛，因為政府都冇心去理呢啲嘢。我哋俾咁多錢嗰啲官員，佢哋唔做嘢咯。仲有啦，可以人哋全世界喺30年前已經開始係單車代步啊，即係話將單車作為最高層次、最終極。嘅 commuting 嘅嘢，即係話翻工、放工、買嘢、消閒，都係由單車開始嚇。
人哋做咗好多好多嘢。你睇下歐洲啲城市啊，嚇、我去過譬如美國嘅 Washington 嚇、首都啦嚇、哇，真係好感動噶！嗱，美國係以汽車為主，人哋都做到啊嚇。咁啊，點解香港咁落後呢？嚇、就香港仲有咧行人嗰度啦。香港成個交通政策當啲行人係死嘅嚇、完全我哋設計嘅路啦，設計嘅所有嘢都係專登唔方便啲行人嘅，所以我哋需要大幅度全新規劃成個香港嘅運輸系統啦，方便行人，方便單車咯。譬如啦，由而家開始做咯嚇，嗱、所有單車搭地鐵。搭即係鐵路啦，東鐵西鐵啊嗰啲啦，搭渡輪啦，全部免費或者係收4蚊咁樣啦，做唔做到咧？要做就做到噶啦，嚇、有辦法嘅，嚇、人哋做到，香港人冇理由做唔到嘅，嚇、咁咪啲人咪鼓勵咗，即係而家係搞到非常之唔方便。你要搭嗰啲車咧，你要拆咗個轆，拆個轆係非常之唔方便嘅。你用過你就知道嚇，好多嘢卡住曬。我哋可以用辦法解決呢啲嘢噶嘛？好啦，教育咧，香港政府呢一次啊，呢、這個施政報告幾乎冇乜提到。咁我隨便噏幾樣啦，呢啲又講過好多次噶啦。政府可以津貼綠色校園建設嘅，譬如所有大中小學一定要設園圃，俾啲老師、俾啲職員、俾啲同學種植嘢，種嘢去食嘅嚇。佢種出嚟嘅成績咧，就係表現評核嘅一部分嚟嘅嚇。你間學校幾多津貼？邊個老師升班升級？就係咁咯嚇。就津貼綠色嘅課外活動，譬如參觀農場啊，去行山啊呢一啲，政府可以撥多啲資源去做嘅嚇，撥多啲資源去請一啲講師，請一啲導師嚟到去搞帶領好多綠色嘅課外活動啊，飲飲食食啦，而家有啲學校做緊嘅，但係杯水車薪咯，係要政府帶頭啊嘛，你還掂都要撥錢咯。咁你只要撥呢一啲去，就唔好撥埋嗰啲要嚟破壞健康嘅嘢啦，嚇、仲有咧係學校有一個地方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但係大家都唔理佢，就是、個小食部。小食部啊嚇，佢哋賣緊啲咩嘢俾學生食咧？啲學生肯買咩嚟食咧？嚇同埋學校嘅小食部有咩設施咧？嚇、有好多嘢。是那些小食部呢是他们想做的但是没有设施配套嘛。譬如 他想买绿豆沙够健康啦番薯糖水假定学生肯吃啦都没有地方洗碗嘛。即是这些这样我们在设计校舍的时候我们在抌钱下去买设备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可以做。还有呢我随便说啦津贴綠色嘅教師培訓啦，津貼綠色嘅保健措施啦，設施學校啊嗰啲啦，其實咧嚇唔講咧，可能你大家唔知嘅，只要政府啊將啲公帑撥少少，好少好少好少，去俾有心嘅團體人士 KOL 嚇DJ。去做一啲綠色嘅節目咧，電台節目、電視節目、網台、網站，就已經達到好大嘅宣傳效果。政府唔想做、唔識做，唔緊要，你撥少少錢得噶啦。我隨便噏啦，香港有幾個商營嘅電台，你拎嚿錢去咧嚇，做你想做你嘅節目咧，只要唔犯法咧，佢哋一定係咧反應嘅，好少錢就得噶啦。咁咯。政府咪出錢咯，呢一啲嚇，你唔識做唔想做，俾錢去做咯，咁啊達到好好嘅效果噶。仲有啦，而家咧興咧嚇去外地交流，本來呢個係好嘅嚇，遊學團啊嘛
嚇，去旅遊啦，去考察啦，去體驗啦，去仔度上堂啦，但係係搭飛機去嘅，搭飛機去北京，搭飛機去上海。嗱，我覺得咧，政府而家應該有足夠嘅綠色意識去禁止呢啲嘢咯，嚴格限制咯。點解你要搭飛機先？嚇，係咪真係需要搭飛機先？點解唔可以去近啲？嗰啲，點解唔可以搭高鐵？即係呢一啲嚇，點解唔可以搭旅遊車？啊，係咪真係需要咁樣交流？就係呢一啲咁啊，咁嘅嘢咯嚇。而家個地球真係冧噶啦，而家越嚟越多好恐怖嘅數字嚇，但係我哋就不斷咁樣去破壞呢個地球，搭飛機就係啦嚇，食肉又係啦嚇，就農業啦。政府呢一次呢一個施政報告咧，冇乜提到農業嘅，咁我就再老生常談，再舊事重提咯。全面津貼所有嘅農場轉為有機耕作，用津貼同埋稅務優惠咧，鼓勵嚴格要求可以合格嘅真正嘅綠色農場咯。啊，全面津貼所有嘅機構建築物。去設農圃，去種嘢啦，即係所有嘅大廈嚇，所有嘅政府機構種嘢咯，喺天台啦，喺騎樓啦，喺呢啲地方嚇，進一步啦，就係縮細個範圍，所有化學農藥、化學肥料，慢慢開始禁曬佢嚇，咁咧嚇。就愛護動物啦，就係逐步關閉所有嘅屠場，逐步關閉賽馬場嗱，呢一個大件事咯嚇。明明係賽馬係非常之殘忍嘅灰色嘅，點解而家政府會容許人賽馬嘅咧？嗱，澳門個賽狗場都執咗啦，動物園執埋佢，海洋公園執埋佢，一步步嚟咯嚇。仲有係禁止放生啦，嚇！而家要法例要開始做嘢噶啦，嚇！同埋咧，屋企啦，屋企養寵物嚇，除咗貓狗同埋一啲魚之外，嚇就唔准養。乜嘢龜啊，乜嘢嗰啲蜥蜴啊嗰啲，冚唪唥開始禁曬，就逐步咧，逐步去禁曬所有商營嘅寵物店。唔准人賣寵物嚇，咁咧就係修改條例啦。仿效西方嘅社會咧，俾嗰啲貓貓狗狗周圍去咯，主人帶住佢，增加佢哋活動空間啦。譬如搭車啦、搭船啦、入去食肆啦。啊，原來而家咧嚇開餐廳咧，你養只狗咧係犯法嘅喎。我唔開個餐廳我都唔知嚇，喺廚房嗰度咧。擺棵植物都犯法嘅喎，係呢啲咁嘅條例咯。我哋點解唔可以容許啲狗狗、貓貓去公共圖書館啫？嚇，人哋都得，唔通我哋啲貓狗特別難監管咩？嚇，咁就係嗱，仲有好多好多嘢我可以提出嘅嚇。咁啊，今日次咧就係回應呢個施政報告，講住咁多先啦。一講落去咧，長哥就收唔到貨，收唔到口噶啦。咁頭先我講咗咁多嘢咧，就係比較一下嚇，真係想救香港，有心去留港建港，我哋一齊去建設一個可以持續落去、生活落去、一齊幸福可以世世代代生活落去嘅。只有咁樣喺呢個方向，我講唔曬咁多，我一個人諗唔曬咁多嘢嚇，只係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咁多年來嘅諗法嚇，回應一下政府呢一次做咗啲咁嘅嘢啦，點解係一啲都唔綠色嘅？除咗個封面，除咗嗰份嘢嘅封面嚇，咁有咩嘢係做啱咗嘅咧？我唔係佢錯曬，但係做得太少咯。同埋個視野太狹窄咯，太低層次咯。頭先我咪舉咗好多
比較高層次嘅嘢，最高嗰啲有排都未講啊。咁希望大家一齊去諗下啦嚇。我而家就冇再去幫手搞政府嗰啲咁樣嘅諮詢嘅機構啦，冇做乜嘢嘅嗰種社會服務啦，唔想玩嚇。因為我覺得冇乜為嘥我時間啊，反為咧就係真正嘅社會改革、文明嘅轉化，係由一啲好少好少影響力嘅人啊喺度講一啲大家完全唔明嘅嘢，社會嘅進步從來都係咁樣開始嘅啊。咁好彩我明白呢樣嘢，我希望頭先講嗰啲嚇，大家都收到少少啦，開始諗下啊，呢就係種子。總之就係有足夠嘅時間，有緣分到，即係條件具備咧嚇，就會發芽，就會開花結果。至少希望大家都會記得，曾經有個人喺2024年講過啲咁嘅嘢啦。多謝你收睇，我哋一齊感恩啦。我哋多謝這個城市啊，大家咁愛這個地方，我哋有我哋咁獨一無二嘅特色啦嚇，係好可愛。我哋感恩可以喺呢一度生活，即使而家係風高浪急、雷雨交加啊，我哋唔放棄，感謝咁多人唔放棄。我哋感恩社会上仍然有啲人係拒绝心死，仲留喺度，走嗰啲佢哋走晒啦，留喺度嗰啲仲有好多人好有心，大家按住自己嘅见识，按住自己嘅能力，係将香港好努力咁样去创造，重新创造，追求更好嘅明天。我哋更加要感恩自己选择留咗喺呢一度，一齐建设一个我哋选择落地生根嘅城市。呢个地方系等待我哋嘅祝福。多謝大家啊！我第日再傾過啊！再傾過點樣可以追求綠色嘅生活？拜拜。